快走！别来无恙啊，妹妹。你对夫君做了什么？他不可能放你出来。夫君？哦，妹妹刚回宫，可能还不知道我们的夫君病重崩逝。 现在已经是先王了，如今的永昭王是我的儿子凤庆，他那么善良，怎么会让自己的父亲受苦呢？夫君当初就不应该顾念父子之情，饶了你的性命。父子之情，凤渊，你忘了，他小时候是如何将你我对比的？你母后是高门贵女，立他作为王座，所以你就是永昭最尊贵的小公主。 我母亲是他最有灵性的武姬，我就是下贱胚子，犯的是他，为何下贱的是我？凤渊，知道我为何如此厌恶你吗？你受尽了宠爱，你连亲情二字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，你站在这审判我，审判我为何不善良？ 你夫君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值得让人敬重，他敬你是女儿身，会我出身低下，宁可将永昭国交到了凤青手上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，简直可笑！那一刻的我，无法反驳凤爷所说的每一个字，我认知的狭隘，夫君的偏见。 也许是赫连西与整个银川遭受这一切灾祸的起源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你厌恶我，要杀，要剐，随你的意。你放了那个护我回宫的临川族人，妹妹你不早说，我把那个临川族人手脚给砍了，来，拿给他看看。 公主，你醒了。花娥，公主没想到此生会再见到我吧？你来我殿中做什么？我是来告诉公主一个好消息，您呀，有了三个月身孕。 公主不知道此事，那赫连西她就更不知道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公主，你猜，若是赫连西知道您滑胎，会不会立刻赶来永昭？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赫连西若是死了。 临川那两颗破树便毁了，那传说中拥有神力的树心便会显现于世。这些，可都是公主您那敬爱的先王陛下亲笔记载的。原来凤燕真正的目的，是树心。原来你们想要找的是树心啊！你以为树心这种圣物？ 是谁拿到都可以使用的吗？天真！我告诉你，能使用树心的，只有拥有临川血统的继承人。我看公主，你不过是想保住你腹中的孩子吧？不信是吧？那试试看啊！ 滚出去告诉凤爷，如果他想得到神树树心，就别打我腹中孩子的主意。
对了，还有一个坏消息忘记告诉公主了。您啊，再也别妄想向巫九求救了。他啊，忠君护国，半个月前战死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你回连川的钥匙。可是这只是片叶子啊。连川入口隐秘，非本族人无法入境，有了它你就可以随时开通机关。哎，你上次给巫九将军的也是这个吗？我给他的钥匙只能使用三次。若凤吟的剑技得逞，即便是我死，他也会拖着我的身躯去到连川。绝不能让他得到钥匙，打开入口。这都四个月了，阿玄怎么还没回来？少主，东部那些山寨最近总算太平些了。那就好。不行，除了秦桑那封平安信之外，近些日子少夫人那边可有来信？少主您别担心，现在是米件，信件通常都送到。石榴花又开，他怎么还不回来？